洪门最早起源于1641年，由一群明朝忠义之士史可法、郑成功等知识分子组成，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、排满兴汉为目的的一个秘密组织。洪门弟子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，起义失败后很多人远走海外，在美国建立了致公堂。到了清末，洪门力量极盛一时，三合会、小刀会、致公堂等均为洪门分会。孙中山于1904年1月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，并被任命为元帅，掌握了洪门的兵权，并对致公堂进行体制和理念上的改造，使致公堂从反清复明的原始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组织转变，并促成了1925年致公党的诞生，迅速成为一股反帝的主力军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孙中山发动著名的10次起义中，洪门会党直接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有9次，其中包括广州起义、惠州起义、潮州黄冈起义、惠州七女湖起义、云南河口起义等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黄花岗起义，为筹集军饷，加拿大洪门甚至将多伦多、温哥华、维多利亚等地的4栋大楼点押给银行。而在黄花岗起义牺牲的72名烈士中，其中68人是洪门会员。这种既出钱又出力，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风格，唯有洪门可以做到。所以孙中山做出了华侨有功革命，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样高度的评价。而因为华侨有90%名列洪门会籍，也可称洪门为华侨之母。若无洪门，则华侨民族意识不能如此坚强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海外洪门为祖国捐款800多万美元支持抗战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以司徒美堂为首的致公党人反内战、反独裁、反军阀，支持共产党倡导的民主统一战线。司徒美堂曾公开说过，谁能拥护国家于危难，救人民于水火，我就拥护他、支持他。因此欣然前往毛主席邀请他参加的开国大典，共商建国大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致公党是我国8大民主党派之一，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。海外洪门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外友好，弘扬中华文化，积极维护侨胞权益，为海外侨胞遮风挡雨，在祖籍国遇到自然灾害等困难时慷慨相助，体现出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。